对许多人来讲，保持运动是真重要的。台北市对2016年开始推动绿能循环运动指导团计划，有专业的这运动训练团队替许多设计运动课程。这七年以来，已经有一万外许多捌参加过啊。今年已经90几岁的张先生，脚手扭捏对台顶跳舞。张先生讲，伊逐礼拜爬山阁运动，直到这个年岁，伊认为运动是上重要的。我就可以说是。一点什么痛都没有，就是每天吃饱饭就想说常要去运动，常要去运动。台北市体育局的绿能循环运动指导团计划有专业运动训练团队为时代设计课程，希望提供时代较侪运动机会。唔那提供固定地点的课程，够课程上到在地的服务。那广大申请就是我们所谓的外送。运动指导员的概念，只要能够找到15位的大哥大姐姐，我们就会派出运动指导员去就近指导他们运动。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适合的公园或绿地，我们主动提供一些运动的课程。但是体育局坦白讲，要把这款的运动计划塞到无运动习惯的族群，确实有难度，也是目前的难关。我们尝试了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从脸书来宣传，那我们也拜托来参与课程的大哥大姐姐，然后推荐他们的朋友，但是确实还是效果是有限的。体育局表示，这个计划推赛到今已经是第七年，提供服务和办过的时段12万人次，希望未来会使结合社会局的共餐纪念服务扩大执行。记者郭文亮，台北报道。